都记着他。情侣分手让他左右为难。有一个小妹，她给了我一堆行李，然后很生气的让我说把这些东西拿走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早上是吵了一架，吵了一下就把您行李给搬出来了。双层蛋糕让他胆战心惊。坐地铁吧。一场离别让他痛彻心扉。现在可能他孩子已经可以叫我叔叔了。闪送达人下集即将为您讲述。我是为您服务的闪送。你好。大概五六分钟吧，到您那儿。行，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哎。谢谢您。最后一个。哎，好嘞。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为您服务的闪送。哎，好嘞。这么多呀？把这个都寄给他。上面把它都寄给他。只是上面就写了个房地之类的，是吧？那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哎，你直接拿走吧，你别给他打电话。不打电话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地址啊。我不是写了吗？你直接拿走吧，让他收。上面就写了个房地置业大厦，也不知道。行，那我先拿着走吧。您那小区也没让我车进，我这可乐还有点。那打扰了您。这哇，这么重啊！因为我们必须得出发前要跟收件人确认地址，地址就写了个房地置业大厦。女孩也不让我打电话，不让我打电话，肯定就有什么问题，是吧？哎呀，先给他打个电话。不让你。不让我打电话，我就不打电话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哎，大哥你好，我是那个给您送行李的闪送。啊，送什么闪送啊？我一单元201，然后有一个女孩。我是在那儿住啊，但我没有送行李啊。有一个小妹，她给了我一堆行李，然后很生气的让我说把这些东西拿走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早上是吵了一架。不是吧？吵了一架就把您行李给搬出来了？哎，我也没办法。把您行李放那个保安那里，然后我过来接你过来吧。哎，那行，那麻烦你了。行。你们这就因为吵个架就把行李就给扔了，给他送回去，那要是这么一弄，等两个人就这么分手了，是吧？我就说要不然我去把您接回来，看看究竟您回来跟你女朋友看商量看怎么办。一路上聊天我感觉你帅哥还是挺在意那女孩子的。第一个是吧？就这个，好嘞。哎，师傅，谢谢您啊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耽误您事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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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事。那我先上去啊。哎，行，您赶紧先上去吧，先看看什么情况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，行。订单最终没有完成，却勾起了王兵内心最深痛的回忆。2004年，刚刚离开家门的王兵，孤身前往福州打工。在他最窘困的时候，一个姑娘走进了他的世界。时常
没多少钱了，然后也没有地方吃，没有地方住。一个卖手机的一个售货员小妹妹她就过来了，我都饿了几天也没吃没喝，给我倒了一个热水，就那一杯热开水给我感动了，感动了，然后我就当时就喜欢上那女孩子了嘛，后来我又找了一份工作，然后两个人就常来往，就走到一块去了。两个人在一起几个月后，幸福的时光却戛然而止。女孩因为工作调动去了泉州，王斌工作的公司也突然破产，存有女孩号码的手机也不慎遗失，两人从此断了联系。这一段就是十几年。福州、泉州、厦门、石狮，只要有他那个品牌的那个店，都去找了，找不着了。现在可能他孩子已经可以叫我叔叔了。一个女孩子能够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能看上我，这最后的什么东西你再也找不着了。离开福州后，王斌辗转来到北京，想要开启一段新的人生。在尝试了几个不同的工作后，他无意中投入了闪送这个新兴的行业，谁知一做他就彻底喜欢上了这份工作。在福州有一段爱情的故事的经历在前面摆着，所以挺重感情的，一多愁善感的人就老是走不出那个阴影，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又想到那些事儿了。你先养几天嘛，你等我缓缓吧，我这几天挺忙的。周三的晚上你过来到我这儿来的时候，你顺带着把他都带来吧。行行，那就周三得说电话了吧，我先去送这个件儿去，刚取完货出来。好。我们闪送就有哥们儿，人家养狗，在小区里面看见这个狗流浪，没人领养，他就抱走了。我说我喜欢狗嘛，想想我养那只狗，其实我太多顾虑了。有宠物声哎！哎嗨！哎，大哥你好，给您那个送狗粮的闪送，这个是狗粮，就给他吃的呀。对，给他吃的。有一哥们儿专门养狗的，路上那些流浪狗，然后自己家里都十几个狗，哈，很忧伤啊。之前每天都出去带他去玩，然后现在脚受伤也不方便带他出去。狗不都喜欢这样扒头吗？那扒了还是不开心。每天在外面跑啊，我如果养一只狗，我是不是得每天把它带着？我也不能让一只狗永远跟着我在外面风风雨雨的到处跑吧。有很多是我们打工的很不方便的。那我抱一下啊。好，可以抱。要不然我帮您遛一遛。嗯，可以。哎呀，好活跃啊。嗯。行，那感谢您。我谢谢您。他叫小 A， 他很听话的。小 A， 走。走走走，咱转转，到时候转转去。小 A， 乖听话啊，这边走，咱跟我回家。王瑞峰，我现在帮客户遛狗呢，这狗好看吧？我那收件密码还没要呢，我就把他狗给牵出来了。帮那个哥们儿遛遛狗，我也就有点私心。其实我想养一只狗。出门在外，你说我一直这么多年就一个人，有个忠实的陪伴多好啊。小 A， 小 A， 咱俩合个影。这儿，你说你不看我镜头，看这画框里面是谁呀、啊、你看你看呢，哎，嗯，哈哈。
终于盼一个正脸了。我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这比我还快呀，你跑的，这是你拉我啊，还是我还是我溜你呀？啊？你们这儿有什么不辣的吗？鸡块香菇面不辣。哎，就来那个吧。已经35岁的王兵，如今还是独身一人。曾经也有朋友给他介绍过对象，但他却一直没有接受。这么多年也是都是一个人嘛，总感觉就是说一个人待在家里呢，不知道干嘛，他不可能每天抱着手机啊看电视，那种生活就不是自己向往，就喜欢每天骑着车在路边，是吧？很开心的就把这个钱给挣了。嗯。抢单成功。艾迪米斯，这不是蛋糕吗？怎么一个不备注一下呢？你好，闪送来了。你好。对，这是。然后你看这上面又没写蛋糕。但是可能是那个寄件人没写，这是您的蛋糕，然后运输的时候注意一下。就是有点高，没事。还挺好看，上面插的那个不会很容易掉吧？没问题。好，小妹，您能把那个取件密码给我一下吗？好嘞。下回您备注一下蛋糕。好嘞，好嘞。您呼叫的用户已开通来电。小妹啊，为什么电话打不通啊？收件人电话关机了。关机了，要不，您先往那边走，然后我联系一下。不是怕耽误您时间吗？好吧，行。好嘞，好嘞，注意点。那我先去吧。好的，慢点。哎，好嘞，再见。这么多水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刚取得您的蛋糕，我想跟您核对一下地址，是不是在西北旺那边啊？对，在那个友谊路102号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行，嗯，好，没事，嗯，好，再见。啊，坐地铁吧。那个蛋糕，他就写了一个食品，离我还挺近的，我给接了，但是有点高。毕竟就是晚高峰吧，一会儿你人多了，路上老刹车刹车，那个蛋糕上面那层歪了就麻烦了。美女，小心路啊！因为我是走着去的地铁站，我是想着地铁站才700米，直线700米，没想到也走了那么长时间，就给客户耽误时间了。不要携带易燃易爆、管制器具等违禁品乘车。那个点儿，就我进地铁的时候人不太多，所以说对我送蛋糕挺有利的。反正找一个角落，尽量的就不让别人靠近，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闪送我最高的时候一个月挣了好几万，加上现金，加上公司给我们的奖励，好几万多是。辛勤工作的回报让王兵摆脱了生活上的窘困，心理上的满足对他来说则是更大的慰藉。每送一个，其实你都在去帮一个人，当我们真正的给客户送过去的时候，那个感觉真的很开心，然后就有一种成就感，就越干越起劲，越干越起劲，就一干就干了3-4年。燎原乳业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一次次搬家让他面临选择，其实我真不想搬。一个转折让他重燃希望，你得助我一把啊！必须的。闪送达人下集继续为您讲述。东二五四零二。东区2号楼在哪儿啊？
车给我拐上了，就直接拐弯是吗？对对对，啊，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再东头，不在这啊，往右是吧？说请问那个东区二号楼在哪里啊？这边东区，这边就是东区是吧？然后。东区二号楼是哪个座呀？几号楼？东区二号楼，这个是东区三。对，是四。上面写，这上面写的是三。这是二。这个是东区的二号楼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谢谢您。五单元，哎呀，到了，刚才就应该把车停这儿。谢谢。你好，我是给您送蛋糕的沈宋。哎，您好，辛苦您师傅。您先检查一下蛋糕。哎，好嘞。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，非常完美。好嘞，行。好，谢谢您。蛋糕终于来了。我们是给小朋友过生日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我太荣幸了。谢谢叔叔。哎呀，这真的是给您送蛋糕，我就更快了。小朋友生日快乐啦！你看小朋友过周岁，满屋子都是气球，不管前面是什么过程，眼前看见的东西就一下子就代替了前面所有的事情，就想着哎，小朋友好可爱呀、啊，哎，然后生日快乐，就把前面都给抛之脑后了。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每天晚上回家，家里有一个人热好的饭，等着我回家。在北京的确是搬了不少的家，但是这个家很多时候是被逼无奈的搬的，跟闪送的订单也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住长平新城，我住在那儿的时候订单好多啊，啊，后来很多人都记住了，然后单子就少了，于是搬家吧。进来吧。又搬家了，你这个年搬几次啊？啊，因为来的也太快了，那里面都不要，我都收完了。刚才捡完了，有那些烂的东西。对，好了，这刚回来，这还是湿的呢。东西倒是不多，咱们一人一个就差不多了。今天有俩头盔呢。俩头盔，这还带一美女吗？那你们先往车上上，我那个随后就到。就我一个人也搬不动，我越搬越东西越多，每次这些哥们儿都来义务帮忙，就搬家了他还不在吃饭，搬完就走。其实我找人搬家都是在耽误别人挣钱。灯不用关一下，多三个位子咱还得跑一趟。哎，二单元那个就到了，到了就这儿。就这儿吧。哎，我就不想往这儿搬，太远了。这闪送箱子用来搬家了。啊，几楼？14楼。不对，是12楼。哎，这边，左边。哪边？左边。放地上了？放哪？随便放吧。我这都搬了好几趟了，到处都是东西。我们俩来投奔你得了呗。哎呀，我太欢迎你们了。哎呀，这还有80年代的电视。哎呦，累坏我了。老包，赶紧都到我这个新搬的家里过来吃饭啊。乔哥，我现在住在这儿啊，你看一下。刘大神，到王斌这儿新搬的这个地方，咱们来一块儿，哥们几个聚一下。马上过来，斌哥搬家了，咱们一块儿聚一下。已经联系3-4个了，现在马上就过来了，一会儿。我联系了有一会儿，应该是差不多。收到。到。
谁来了？一点儿也不用你吗？喝冰吗？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正好晚上路过贵宝地，过来一下。您来就来了，搞这么多啤酒，你想干嘛呢？这是。没有事，我请你喝。都在啊，没有这么多钱。我还没，我还没认出来。这王瑞峰。谁？王瑞峰。呀啊啊！经常聊，今天第一次见面。那个，要不逍遥还没来？不行，你们小心那边看看是啥。主要是我刚搬来，这啥都没有。说吧，唐老师。你说到了怎么半天才来？你看都等你呢。你看带着俩呢。这个干饭是吧？凉菜少拿点。对，我都不知道啥啥先。啊，对，先我拿。先拿出去。小龙虾尝尝他们家做的特别好。乔第一天你还想做呢？我这一月乔几次见我。今儿得好好喝点，难得聚一回，知道吗？差点说要走，我急了。帮我搬了一天的家要跑，不用回去的，帐篷睡袋都有。小狗是那个路上捡的，对，前天早上在大兴捡的。有名吗？这个还没名呢，刚捡的吗？是吗？又起一个，还没起呢，一会儿咱们商量，给他起个名。名叫闪送，闪送，你可别埋汰闪送了。他接个146的单子，一个小时多一点就搞定了。我们怎么接不到大单？是，对，这是主要问题。你们喜欢小单呀、啊？我也说的，我还喜欢10000单的呢。我不从湖北往密云走吗？结果刚要到密云环岛，密云环岛又推过来一单，又是回湖北的。这一天跑多少公里啊？那一天跑了500多公里。全国来说，你的单，你是拿到了全国最长远距离的第一名，拿不忘。感谢摩托，要不然不会认识大家。会骑摩托了。就认识闪送了，是我先敬各位。黄斌，王大才，乔先生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可干了。燎原乳业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大门紧闭，管设完好。4米多高的长颈鹿却离奇失踪。清点动物数量的时候，就发现少了一只。地势崎岖，路面湿滑。失踪的长颈鹿会不会遭遇不测？滑倒以后呢，很容易造成长颈鹿它劈叉，很难进行治疗。漫漫山路，深深密林，能否找到失踪的长颈鹿？下期为您播出《大个子出逃记》。走错了，杨总啊，呀，王斌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哎呀，你这都当上大老板了？没有没有，给我也整个花店呗。准备。我一直都想开一个，总是光说不练。我一直都想开个花店，到时候我要开花店，你得助我一把啊！必须的，这个单子帮我送一下呗。行啊。要是都像你这样还行，刚到你这儿来，你来个单子；刚到你这儿来，来个单子，那我这一天也不少挣。这让我送，我们都是闪送哥们儿，关系都挺好的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别给我开花店了。”总觉得在闪送这3年，人生的阅历不就一点点就积累了吗？差不多觉得有钱了，自己投点钱当老板。好，4752232。如今的王斌已经挥别了曾经的懵懂和彷徨，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清晰的计划。喂，你好。而他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用心送好交到手里的每一个单子。6点下班之前一定到你那儿。当你真正想再去转行的时候，还得去做更多的准备。所以我觉得我啊，现在还是能力、经验什么还都太欠缺了，不行。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还要持续多久，王斌并没有立下一个明确的时间表，但他总是在说自己很享受现在的生活。我们是自由的，我就喜欢这个生活状态，所以说这就是我孩子一直赶着闪送的一个原因。哪怕可能是明天中500万了，人中500万了，闪送我还是照干的。小朋友生日快乐啦！不会因为
突然间人生的生活一下跳上去了，就变了。你啊，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了。